启奏太后，臣司殿见监正玄机有本。讲。太后，浑相仪已然在建，只是其顶部建成何种样式，一直迟迟未有定论。臣夙兴夜寐，望能为太后和圣上解忧。终于在数日之前，于紫狼山梅树下发现两颗寒瓜大小的红宝石，视之罕有，似有天意。据此，臣请数百能工巧匠之力，用金丝编出以祥瑞宝物，可以置于浑相仪顶，特呈请太后一观。太后，老臣以为天子在朝，不立金龙，确立金凤，有违礼制。柳太傅此言差矣，柳太傅有所不知，太后本就待于梅林之中，而这两颗红宝石恰是在紫狼山的梅树下掘出。那紫狼山天然勾勒出一女子形态，头身手足一应俱全，乃是难得一见的凤巢。臣以为当将此浑相仪命名为千秋仪，即可彰显我朝国祚延绵千秋万载，也意喻着太后仪德昭昭，千秋永固。既如此，便交由爱卿督办吧。太后，遵万万不可。退朝，请太后三思，以金凤代替金龙，古未有之，还望太后严守礼法，以正社稷。没想到玄机还能来这么一出，这么一来简直就是太后肚子里的蛔虫。可不是吗？要不凭他区区一介方士，如何能成为太后跟前的大红人？蓝侍郎请留步。柳太傅有何指教？圣上未能亲政，正是龙阳失威之时，今日玄机在殿上进献凤首，想必太后早已知情，不过是配合他演个过场。这宫尚书已然致仕，礼部由你执掌，刚才你在殿上应以礼制典仪为名，出面反对才是。下官南侍郎王侍郎。那二皮匠的卷宗今日要合交，请速与我去刑部入个口供。刘太傅事关重大，先失陪了。你，张兄，张兄，张，哎，张兄，你知道我找你多久了吗？
摘芦苇叶又想干嘛？包粽子。你早说嘛，我来帮你啊。选新鲜的，一片大的，长度最好在16寸。就咱俩吃，那么讲究干嘛呀？你知不知道，这几日你不在啊，这面摊都快炸锅了。你不是破了个大案子吗？还赢了京城第一神探王大人。这慕名而来的人就犹如过江之鲫，连绵不绝。过江之鲫用错了。管那么多细节干嘛？这名号我都给你想好了，以后啊，你就是名震京城的拉面神探。张兄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我在想摩洛村的天谴案，血雾弥漫的效果究竟是怎么实现的？夜空亮如白昼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对牛弹琴。还有，告诉二皮匠，阴极天传说的那个人又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二皮匠为何会认识蓝大人父亲？这又与20年前通缉判官有什么关系？可算甩开那老古板了。他呀，就是想拿你当出头鸟。不过幸而朝堂上有柳太傅，才没变成太后的一言堂。听您这意思，我还拉错了呗。你若不来，我也能顾左右而言他，蒙混过关。谁知半路偏偏跑来个人，非要让我欠他个人情。反正啊，木已成舟，这人情你是欠定了。王侍郎，蓝侍郎。多谢二位刚才在殿上替老夫美言。别，要谢呀，就谢蓝侍郎吧，这是他一再要求。哎，同朝为官，本应相互照拂，或许日后蓝某也有求于您。懂了，这份人情来日定当还上。你欠我那份儿什么时候还呀？哎，左右欠太多，干脆不还。哎，你与张平的竞赛输掉的赌约准备何时还上？他可还等着你去他的面摊上浇水和面呢。你不提这茬儿我都给忘了。神探拉面，诸位父老乡亲啊，我今天就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拉面神探，西川郡世子张平。什么拉面神探？这是我连夜给你想的名号，怎么样？想不想来？神探，神探，来，听说那二皮匠行凶杀人的时候，都走暗渠。是来无影去无踪，你是怎么抓到他的呀？还有，那定身的毒药是到底怎么回事？神探，我家侄儿的竹马丢了，您能帮我找找吗？我路上也丢了，你帮我找找。哎，都别着急，先坐下，点碗面，慢慢说，我们一一解答，都有机会嘛，都有机会。王大人，看来两位神探在一起一定有要事相商，我们改日再来。哎，改日再来。哎，都别走啊。哎，别。这次本官输了，这是本官做的，就当赴约了。热乎的馄饨，客官来一碗吧，尝尝肉馅的。
王大人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把客人全吓跑了。没想到王大人居然还真亲手和了面，属下也算是开了眼了。也是难为莫晚了。蓝大人，蓝大人，请。蓝大人，此袍素净，恰与白璧相应。蓝大人，此番搭配甚妙啊！实不相瞒，蓝某今日前来，是有一事，想请徐掌柜相助。哎呀，这是云长坊的赤霞鎏金缎。不错，太后本想用这批缎制一件礼服，可惜这五娘子尚未完成，便遭人毒手。蓝某身为礼部侍郎，职责在身，还请徐掌柜研究一番。这赤霞鎏金缎，乃集织造工艺之大成，乃吴娘子的不传之秘，我一直想要参透。我一定竭尽全力。那蓝某便将仕途前程托付给徐掌柜了。哎呀，我的腰酸背痛的呀，今天幸好收摊早，不然我这小命都没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长兄，这就包粽子了？怎么突然变大方了？我上次偷你一个咸鸭蛋，你都念叨半天。这下好了，有蛋黄粽吃了。那我就等着明天大饱口福了。长兄，长兄，大清早的，人跑哪儿去了？还给我留了粽子。红枣的，张兄，你把蛋黄粽弄哪儿去了？怎么那么多人？别挤了，听我
听我说一句，各位请回吧，今天我们蓝大人不在家。不在家怎么行啊？等着也没用啊，蓝大人不收礼，请回吧。蓝大人，拿来也没用啊。我给你做了蛋黄粽。蓝大人在那儿啊？庆州顺化郡李京前来拜会，学生愚钝，经史子集中还有诸多尚且不明之处，还请蓝大人不吝所学，指点一二。严公的工笔花鸟，此花异常名贵，想必让你破费了。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，还请蓝大人笑纳。蓝大人，那个小世子，你手里拎的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做的蛋黄粽，挺好吃的，您可以尝一尝。可否打开给本官看看？这也太寒碜了，论心意，还是这热粽更真切些。不过礼物无论贵重，本官都不能收，心意本官都领了。还望你们雪窗迎景，目不愧人，回去好好温书。蓝大人，这不禁事。花了这么少，蓝大人都没看见。文兄，咱们以后改卖粽子吧，保管比卖面挣钱。对了，我刚从这些房过来，看见大理寺门口贴了招工告示，说是太后不满意大理寺作为，他们准备重新招募人手。需要什么条件？我符合吗？符合倒是符合，不过呀，他们只招帮工。帮工也行。张兄啊，不是我打击你啊，即便是这样的位置，要是没脸门路，那也是进不去的。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。你先说。要是蓝大人能开口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想啊，这蓝大人不是救过你几次吗？你正好去送个礼，道个谢，顺便把这事儿再一提。我是去了，可是蓝大人说他不收礼。什么？你居然去送礼了？还是主动去的？哎，那你说说，你送了什么？怎么送的？我就送了。江平，蓝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粽子呢？那就来碗面吧。面也没了，就只剩小米粥了。那就来碗粥。咸蛋白，
剩下的。蓝队，张兄的意思是，其实您来晚了，粽子没了，只剩下包粽子留下来一些蛋白，来日他一定把粽子补上。啊，虽是蛋白，但是也是鲜滑细嫩。这蛋是玛雅产的蛋，果蛋的酒是新丰酒，盐是细井盐。虽没吃上粽子，但还是谢谢了，也多谢蓝大人。蓝大人，其实我一直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这个事情还得到你府上详谈。陈州，收拾一下。哎，乖乖，我的张兄终于升到了。我想给大人做镜花水月。你说什么？我想给您做镜花水月。为何这次你主动提起？自从我知道摩罗村的事情，我每日满脑子想的都是虚无漫天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而且此事与您父亲有关，所以我想查清楚。张平，你可知我父亲是什么罪？通敌之罪。此事是朝廷的耻辱，20年来讳莫如深。别说是想查，就是连问一句都会性命不保。我考虑过，有准备，绝不会让旁人知道。可你每次施术完都会昏睡许久，你就不怕丢了性命？习惯了，睡觉就好了。我便直言不讳吧，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你这刚直的性子，你查起案来不管不顾，可能会坏了我多年的运筹，届时所有的知情者都会万劫不复。既然我向你许诺，就绝不食言。摩罗族的天谴，二皮匠的毒药，指点他献祭六圣的神秘人，还有您父亲通敌的事情，背后或许有关联，所以我想查清楚。可这一切又与你有何干系？倘若人人关心真相，黑暗便无处可藏。这是木叶生先生说的，我是看他弹滑板长大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被施术后，我会卸下心中所有的防备。是，你心中的疑虑、隐秘、伤痛，将不再设防，这样才能摒弃杂念，回归本真，寻回真相。大人，若是张平问到什么不该问的，我可以。大人，想要成功的话，必须放下防备。徐东，你先回避吧。是。张平，我的内心在你看来必定犹如困兽，见笑了。
心魔人人都有，我也有。我唯一能想起的线索，便是当年与我父亲同去南京的一个神秘女子。当时她突然而至，与我父亲密议数日，随后二人便连夜赶往南京。再回来时，父亲竟背上了同地叛国的罪名。20年过去了，我已记不清他的身形样貌，还请你帮我回忆一二。大人，请看水器。这就是至真至纯之境，您可以在此处静心回忆往事。这便是我的心魔。是狗叛贼在何处？悬挂几世口？叛贼问是谁？飞猪即是狗叛贼在何处？悬挂几世口？叛贼问是谁？飞猪即是狗叛贼。心如冰清，天塌不停，万变有定，神怡寂静。每当我想起父亲蒙冤的事情，这个歌谣就会萦绕在我耳边。我父亲不是叛贼，他不是叛贼，他不是叛贼。叛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父亲。叛贼问是谁？父亲。飞猪集市口。父亲。叛贼在何处？蓝大人，
一定要稳定心神。看错了，父亲。人世上，飞出几时可？这在何处？神话几时可？父亲，您不是叛贼。叛贼问是谁？飞出几时可？父亲，父亲。